我们来看啊，那一个叫做网络恐怖主义的书里哈，大家就写一个盖达组织哈，盖达组织和 IS 呢，利用网际网络呢，与租处者进行沟通，达成下列数项：一、借由网络教育途中启发艺术，促成孤狼式恐怖攻击；二呢，借助网络对外宣扬圣战理念，极端暴力恐怖主义思维；三呢，借由网络招募新成员；四呢，借由网络激化欧美社会内极端分子。好，好，我们看第三哈，国际合作因应恐怖主义的行动。各个国家若想要反制网络恐怖主义，所必须持续努力的重点应该挹注更多的资源，以建立公司部门伙伴关系，全民共同参与，才可能逐步的完善。以下就网络安全专法专责单位优先工作事项、输赢部门能力及国际合作等项概述如下。哦，就这样子。好啊，这些呢大家呢就自己看一下。好，哦，就这么样子。好，哦，好，再来第42页哈，第42题，请以近年所发生的重大恐怖攻击案件为例，说明当前恐怖主义的动机、目的、组织发展与活动策略等主要面向，具有哪些特征？哈，好，第一个呢，近年所发生的重大恐怖攻击事件呢，就是2015年11月13日晚上 IS 在巴黎发动一连串的恐怖攻击事件，短短数十分钟呢，就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浪漫诸都顿时沦为土场。啊，二呢，是2019年4月21日基督教复活节当天，苏里兰卡发生连环爆炸恐攻案，自杀炸弹客呢协同攻击三座教堂及五家五星级饭店，共造成359人死亡及500余人受伤，这是2019年全球最重大的恐攻案，媒体公认是新品牌恐攻。啊，哎，今年的是俄罗斯的歌剧院 ISK， 连苏俄他都敢，那个在莫斯科近郊的歌剧院呢，一样恐攻案，死伤人数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他是今年最大的，就这么样子。好，当前呢，那个恐怖主义的动机目的，哈，一呢，恐怖主义是一种受暴者采用极端手段，逐渐威胁人们生命和健康的暴力行为。二呢，恐怖主义的行动呢是政治性的或泛政治性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报复对方，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迫使政治进程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三呢，恐怖主义的行为呢方式在于蓄意铸造恐怖气氛，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是呢恐怖主义的施暴对象以冲突双方无利害恩怨关系的无辜者，也就是所谓的象征性对象。好，三呢，当前恐怖主义组织发展的活动策略，啊，这几个呢，大家呢，就看一下。
最主要还是在宗教那个地方，以宗教极端树立为背景的恐怖主义有上升的趋势。好，再来我们看第44页，述呢当前恐怖主义具有的重要特征。第一呢是恐怖分子跨境流动威胁入政，二呢恐怖组织国际化，恐怖攻击孤狼化，第三呢恐怖行动越来越残暴，手段呢越来越先进、哦、啊第四呢是45页的宗教树立恐怖组织上升，严重冲击国际秩序。 IS 呢最主要他说穆斯林呢回教啊，应该是也是这个都没有错了。他要建立哈里发宫，哈里发国呢就是纯回教，纯回教、哦、就这么样子，所以都是用当年的穆罕默德阿拉先祖的历法、哦、就这样子。好，再来呢49页，21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成为近20年间相当严峻的新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请说明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特征，以及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主要对策。好，啊，这个呢，特征，你就写孤狼化了这些，然后手段残暴化，好，就这样子。好，我们看47页，前面的都前面都已经讲过了。第四点，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对策。一呢，开展反恐怖国际合作，落实联合国决议，深化与周边国家反恐安全合作。二呢是调整及那边现有单位，发挥反恐战力。第三呢，括号三在第49页，强化对恐怖组织活动情报收集与分析的能力。好，第四呢，切断支援恐怖组织活动的资金来源。第五呢，是消除容易被作为恐怖组织活动的藏身处所。啊，六呢，切断恐怖组织取得武器，特别是 CBRNE 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辐射武器、核武器及爆炸材料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来源管道。七呢，强化对核能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与政要的维安警备工作。我们看第49页的第14题，恐怖主义存在时间非常久，它与一般黑道集团杀人犯罪有何不同？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警察、哦、特别要跟各位讲的这个题目呢，脑子里面先把它想一下。IS
脑筋里面就把它想到这两个啊，这样子你就方便比较了，方便比较啊，就这么样子啊。好，恐怖主义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66号决议，邀请各国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下，共同防止下列行为的发生：以在公众或某一群体或个人中引起恐慌，恫吓人民，或迫使政府、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行动为宗旨，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或夹除人族等犯罪行为等，均为有关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和议定书范围内的界定的犯罪行为。再来是我们反恐怖行动法的定义。好，第三呢，综合联合国和学者的定义呢，恐怖主义有下列的特征：一呢，个人或团体或国家以非法方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在特定区域内意图铸造比被害人或受威胁人更大的社会恐惧，以达到其政治、社会或经济目的。跟各位讲啊，这一到五呢是整个连起来的，因为它是分号，所以这些加起来的共同的要件才构成恐怖主义，不是有下列情形注意哦，记住一下。好啊，组织犯罪倒是没有这个名称，有犯罪组织。我们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啊，犯罪组织呢，记住三个人以上啊，三个人以上啊。我国呢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呢，犯罪组织主三人以上以实施暴力、胁迫、诈术、恐吓为手段，或最重本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诛刑之罪，所组成具有持续性或谋利性的有关有结构组织。前项有结构组性组织呢，主非为立即实施犯罪而随意组成，不以具有名称、规约、以数、固定处所、成员持续参与或分工明确为必要。啊，联合国呢打击犯罪呢，有一个叫做有组织犯罪集团定位，系主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移住行动的有组织性的结构集团。这个定义是为了排除基于政治或社会议题的犯罪组织，同时呢，公约中主的其他物主利益，举例来说，可能是儿童色情集团在网络上分享儿童色情影片或网站会员在网络上的买卖，就这样子。好，比较呢就有相同的，有相异的，这一题要背一下。刚才呢讲的是个另外一个教授，叫做孟维德，也是警大的。他出题呢，都出他书里面的，他有一本叫做跨国犯罪的书，书名是这样子哦，里面国土安全、国境处罚、跨国犯罪、人口贩运都有，就这样子好。
比较呢相异的动机目的、争夺权力、社会效果、被害的对象、成员的阶级、领导的层级、规范的法律、运作的形式啊，相似的哈、哦，这个背一下，背一下哈、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